我可是饿了一天来的呢。嫩牛肉，宇宙无敌的嫩。队已经排起了，天哪，需要领班。看这一家没有名字，但是所有成都老成都人都知道的这一家，因为没有名字吧，所以江湖人称无名冒菜。香豆腐来一份，黑皮肠来一份吧，米饭来一碗，加个宽粉，加个蜂蜜面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真的是一大盆嘞，它上面好多豆豉哦。你们知道冒菜跟麻辣烫的区别吗？我先嗦口面吧。来不来？它这个料要拌一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可是饿了一天来的呢。它这个粉还有点烫，它真的香而不油哎！别看它这么多红油。我吃面好像真的是不咬断的哈。这边有毛肚，千层肚。毛肚特别脆，哎，我觉得绝就绝在他们家这个底汤特别的香。来他们家一定要必吃他们家这个牛肉，牛肉是提前腌制过的，看上面满满的芝麻，特别的香。牛肉特别的嫩，特别特别的嫩，嫩牛肉，宇宙无敌的嫩，好香啊！你是不是抑制不了了？午餐肉，它这个午餐肉还被夸了呢，但是感觉就是超市卖的5-6块钱的哈，薄片五花肉。我也喜欢吃这个虎皮，把所有的都和和一起夹，一起吃。我感觉我要松松裤腰带。上面牛肉丸，来吃，牛肉味比较浓一点，和和米饭一起吃。他们家一到中午，屋子里全都坐满了。哎，老板，你们家有什么饮料吗？有水，可乐，加多宝。来个可乐吧，冰的两个，再拿个吸管。可乐还是白色？都行，可可吧，两个冰的，7块。好嘞好嘞，我待会儿马上一起付，可以吧？他去扫饮料了。我们今天这个这么大一盘，110，他家人均30，还是蛮划算的。喝冰的豆奶好爽啊，推荐你们来成都喝唯一豆奶，反正我以前在江苏是没有喝到过的。我们以前在老家喝唯豆奶，吹泡的粉子，小时候也喝过，还喝麦片，小的时候冲的那种。他说那唯的走家穿户必带女。这一大盆吃完，下午才有力气工作，干饭人。他们家这个牛肉卖70块钱一斤，15块钱一个小份，70块一斤的牛肉贵不贵？贵不贵？贵吧，猪肉都要卖40多。我过年在超市买。两个猪蹄120，差不多。印象里猪肉最便宜的盆子。嗯，我聊谁了？那都10年前了。要是自己跑到桥那里。
刚吃的时候觉得不油哈，跟肥肠鸡似的，刚吃鸡腿巨好吃，辣分别好腻啊。它真的香而不油哎，别看它这么多肥油。然后我确实感觉我今天春的，你看肚小肚腩都吃起来了，来松一下。你刚刚吃了一半的时候推了一个，然后现在又推一个，从一层游泳圈变成了三层游泳圈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无名冒菜就吃到这里，很推荐在附近的上班打工人来吃一下，拜拜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没啥了，对，没有了是吧？还有一个粉，说了吧。哎呦妈呀！感觉人家吃20块钱这个冒菜就可以了，我们100一。我可能真的吃了20，一家五口人都可以。你吃了一家四口人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网鱼多多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在这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传递给大家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你喜欢的视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，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，记住关注以后千万要按亮小铃铛哦。